今儿应该戴墨镜出门。今天阳光比较足。不是，就是不想面对人太多。各位游客您好，欢迎您来到釜山公园，带您参观游览。你现在是在带大家去找冰淇淋对吧？可以自拍对不对？可以。晚安各位，我走了。李老师下班了，李老师。我以为在看地图，就是在看反光是吗？突然之间发现有一个可以照到自己，这是男孩子的习惯。李老师带大家去买冰淇淋，是这吗？是这吗？不是。我们确定能找到吗？以我多年的直觉，就在这儿。所以李老师最后把大家带到了洗手间。今天第一个任务，看能不能完成。完成会怎么？会扣分是吗？完成你就有可能看不到日落，就没办法带大家看日落。如果今天吃不着这冰淇淋，大家就看不到日落。对，你现在通关。我感觉今天这个游戏好有意思。像酷的像一老大爷，李大爷逛公园，李大爷逛公园得，是不是那小朋友？那是修的，对对对，正义在望。第一个任务就要完成了，你看就这么一没有，没有分任何路径，就是分了一下东南西北。One hour later， 哇什么？好了。哎，你们看那个东西像不像冰淇淋？告诉我。戴好口罩，避免聚集，谢谢您的配合。看来认真的扫码。谢谢您的配合，祝您旅游愉快。确实挺好看的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春天景山公园可以拍的一些东西。你看这个幕布，太逼真了。谁觉得让大家觉得？你看过那个搞笑视频吗？这样子，然后站到了，就是看纸片了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再打了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。他们有人在写生。然后我以前也是在公园里花开的时候，在那写生，画了个小本。所以你会画画是吗？学画画点。等哪天给大家看看你的画的东西。咱们。2 hours later， 这条路一走，我们就回不了头了。然后现在有种小时候跟着爸妈出去玩的感觉。所以你多久没出来爬山？那天北海就绕着湖溜达了一圈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叫周上湖，是不是一剪梅了？你看。不是，我感觉我在这有点。对吧，围观大家拍照的了。各位游客您好，欢迎来到景山。吓死我了！您好，随意踩踏草坪。这就是山顶吗？难道我们总共才上了一节楼梯？3 hours later， 是这儿吗？一定是这儿了，只能是这儿了。终于爬到山顶了。24 hours later。漫长的寻找最佳观景点的。
北京城南北中轴线，我的一天结束了。